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啊，真喜乐，咱个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，欢迎来义工教会，甲咱做伙敬拜上帝。今仔是七月四号，下礼拜，大声请奏乐。咱来吟咱个敬拜真诗405首，主上帝，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。宣告上帝的百姓，你得用上帝的名来称呼。若是家己谦卑祈祷，求见上帝面，或倒转离开罪的歹路，上帝要对天听咱，赦免咱的罪，医治全地。来吟圣诗第119首，上帝的子基督。请兄弟姊妹起立来吟圣诗119首，吟全首。今仔日咱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伫咱圣诗头前先开第15页，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读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，阮信。今仔日的交通的启用是伫启文第13篇，也就是40篇42。启文13篇是伫咱公用的蓝色的背的圣诗的1019页、1019页。启文13篇42，请咱书会来启，请咱听这来念。请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主，我要感谢你，予阮通来体会，特别是艰难困苦的时，我们愈卡来感谢主，阿罗主来强调主，予阮通知主上帝拢有美好的旨意伫这个中间。一出日头的时，你要赏赐阮维他命 D。想说，阮日光，予草木、花，逐项得到日光的营养。落大雨的时，阮会通知有真侪草木需要润泽，逐项的养分对雨水来。啊，所以阮身体健康，万事顺利的时，阮靠得住。阮拄着病痛、艰苦的时，伫即点全世界拄到即个武汉的病毒恐怖的攻击的时，阮希望求主要赏赐阮毅力，赏赐阮信心，祈祷主伫即个艰难困苦的时，搁较倚靠主，搁较来深深来思考信仰对阮生命的意义。阮兄弟姊妹伫即个时常常拢无法度通相见的时，更加来珍惜人甲人中间的这个因为主的结缘。那阮已经真久用线上的礼拜、线顶的礼拜的方式，求主怜悯，求主疼惜，求主来了解各项的工作，求主让这个病毒快快的过去，让阮每一个人较紧的能够来到阮所听。上帝所赏赐的义工教会，阮三甲来组织，三甲来敬拜而主。当从阮今仔日，阮来主日的礼拜，为头到尾恭恭敬敬。阮拜日伫主面头前，求主来保守来引带。阮安尼祈祷，甲咪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名来求。阿门。啊，来看咱今仔日个圣经。咱今仔日个圣经记载伫新约个部分。新约个部分是伫路加福音对第一章到对14章吼，路加福音对14章，对第一章到第六章个所在。路加福音14章对第一章到第六章个所在吼。啊，是伫咱公用的即个蓝色的背圣经，较我正手边后壁边即边87页的所在，87页的所在。
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对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安请兄弟跟着咱做伙来读。咱今仔日的赞美献诗是陈哪里吼，哪里姐要来甲咱献诗，请哪里姐。敬歌，咱义工教会理事长任英仁牧师要来甲咱敬歌。敬歌题目是：你认为呢？你认为呢？你认为呢？请任英仁牧师。即个要来吟回应的诗，请翻开圣诗281首，圣诗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到，上帝即时临到，请兄弟起立，咱来吟全首圣诗281首。咱即个来奉献，咱第一节，好，咱即个来看咱即个来金句。这礼拜金句伫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，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，咱用咱周报的这个下边字的部分，吼、哦，字头头来读，吼、哦，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，吼、哦，预备来，第，咱看咱教会的事工的消息甲报告，首先咱先来祝愿感谢你。总会来函，请兄弟姊妹为着做些事项来祈祷，为着医护人员、营销人员的身体、的心灵，为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团队，为着咱台湾会当顺利取得有够来用的COVID-19这疫苗，为着三级的这个警戒期间，咱每一个人的耐心。自我生活的管理，为受这个过着有染这个疫情的病患的隔离、住院、兄弟姊妹有死亡的家属，来祈祷，愿圣神的扶持安慰，甲因三个祈祷。嘛伫这个期间，为了教会牧者来祈祷。为了兄弟姊妹互相来关怀、来祈祷，互阮那比如较艰苦的时，那珍惜这个信仰，那珍惜兄弟姊妹互相来关怀。安尼祈祷，感恩拢是奉靠耶稣名来求，名来求，阿门。来吟刷别人的圣诗。上行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吟诗说，请林英仁牧师来祝歌，请咱兄弟来吟398首。哎，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是7月4日吼，咱的主日的礼拜，咱义工基督长老教会吼。咱兄弟姊妹真久无来啊，真怀念吼。翕一下门骹口，互大家看一下吼。咱看一下，互咱的扛棒吼，啊，咱的这个电动椅吼，咱的头前，咱的 QR code 吼。你若要来吼，你就要翕这个 QR code 吼，把你的足迹送予1922吼。啊，手洗洗吼，啊，照看有啥物代志要找干事安尼吼。啊，咱这边的公布啦，哦，这真拄好。今仔日打来吼，大家欣赏一下吼，唔知有机会看会到未吼？这妇女事工委员会所办的活动啦，有无？找教会第一个女性的长老吼，妇女事工的精选的活动一大堆吼，大家不一定实体看得到吼，咱去予大家看一下咧吼。啊，今仔嘛真感谢啊，这个若是有新的朋友来参与咱义工教会礼拜吼，大家互相关怀一下吼。有当时啊，经过线上颠倒，大家有机会来参加咱义工教会礼拜吼。啊，特别有真侪可能较无机会来服侍，譬如讲。咱的前座、甲尾座，咱的小提琴家吼，蔡林谦吼，啊林谦吼是咱的教会大画家吼，明和兄的金孙就对了吼，真感谢，嘛感谢娜丽吼，甲咱献诗，嘛感谢这个有月哦，嘉文、永杰来参与咱的关怀甲大道，
咱兄弟姊妹若是有感动吼，想要参加教会服侍，请甲阮讲吼，啊会当参加台祷吼，嘛会当参加唱即个台祷诗、奉献诗、阿门颂吼，啊献诗啦、抒情抒会吼，诶服侍拢会当请甲我讲，咱来安排吼，请大家做伙来服侍安尼吼。啊嘛感谢林明英牧师来甲咱勉励吼。啊，等下礼拜了后吼，11:30到12:00，咱要举行第二次的即个义工教会线上。诶，这个座谈会吼，啊，三级的延长无多吼，必须要用线上吼。啊，咱这个连接，这个会议室的这个连接已经拢寄予大家用来用 email 给大家吼。啊，点的第一档级别吼，啊，请大家用耳机吼，用耳机吼，较清楚吼。啊，请大家拢来参加吼。啊，咱今仔日礼拜最后，咱要邀请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吼，施信德牧师，伫疫情中间要甲咱请安。啊嘛，要邀请这个啊前代理总干事蔡南信牧师，要来甲咱祈祷，吼、哦。啊，请咱兄弟姊妹嘛，较常透过各种方式请安，吼、哦，常常敲电话啦，吼、哦，互相关心，吼、哦。啊，来代祷，啊嘛，将这个电话、这个代祷网、关怀网持续甲传落去，吼、哦。好，这点咱就请施信德牧师、蔡南信牧师，吼、哦，多谢平安。